由新北市家庭教育中心和陈怡君议员办公室以及台湾禅宗佛教会所举办的同心协力亲子成长营，十号上午在市府大楼举办的成果发表会。这场活动邀请了许多亲子来参加，也让到场与会的新北市副市长侯友宜感叹，希望能够以个人的经验呼吁大家拉近与家人的距离，珍惜彼此。永和禅修会的家长带着孩子一起唱出真爱家庭的表演，为同心协力亲子成长营的成果发表会一开始就传递了家人相处的重要性，也让来与会的新北市副市长侯友宜想到为人父的遗憾，无法按儿子欣赏一场棒球比赛。我有儿子，可是我没有儿子的运啊，就儿子就有一碰到一些灾难就不幸往生了，这辈子更是我的遗憾。我要找我女儿陪我看棒球，你又不喜欢，所以我就很寂寞哦。如果今天我儿子在的话，我就带他去东京看棒球，打输了也甘愿了，享受温馨的时刻就好。真的打输了也甘愿，就享受温馨的时刻，享受那个人跟人之间的感情。我们昨天不是在享受那感情吗？打输了我们还是有感情的。副市长侯友宜的生命之痛间接点出现在家庭父母和孩子相处时间短暂的问题，也因此由市议员陈怡君办公室与新北市家庭教育中心以及台湾禅修佛教会共同举办亲子共学活动，让亲子共学共享。100个人不到10个人知道我们有家庭教育中心，他很努力在推动亲子职的教育，所以我就想结合我本身都知道的禅坐，所以我跟林主任讲说，是不是我们一起来推动这样的一个那个亲子营？那他们呢，就是也一起合作了，所以我觉得要感谢家庭教育中心。我也希望透过今天的营队，有更多社会大众对我们家庭教育中心有更多的认同，也知道他们对这个社会的付出。我们希望大家呢有幸福快乐的家庭。我们最主要希望透过这个家庭教育哦，能够让家庭学习改变哦，改变呢跟家人亲子的关系。热情的掌声。除了颁奖肯定这些参与活动的父母与子女之外，也希望透过这场活动传递爱家的行动。无论家长或是子女，每天关机半小时，共学半小时，分享半小时，就能够与家人的感情变得更好。中嘉新北新闻综合采访报道。